常大，看看这次还是被防守球员破坏出界。应该是六号伊克拉，发型很别致，手速稍微有些慢，而且这个落点不上前助攻，所以呢使得最后那场比赛的胜者和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被对方的后卫解围掉，自己带球的失误，已经站到了相对更靠前的位置，反倒是传到了队友的身。这就是中国球员啊，在平时训练当中很漂亮很干净的一次铲球，防守球员这次做的非常。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左路的传中，中路没有包抄的点，尽管球队有着足协杯第一射手肖智，但是肖智这场比赛除了那一个非常惊艳的倒挂金钩以外，上半场比赛黄选红的那一粒进球应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因为呢那一粒进球它是完全一个180度的大转身，然后一个反身的抽射，尽管说有调整的空间，但是难度很大，而且距离球门很远，所以呢能够破门得分啊，也是非常精彩，非常出乎意料。拉斐尔在前场有一些独木难支啊，尽管他自己能把球拿住，但是这次边路的进攻球险些，队在取得了刚才的那一粒进球之后，球队在进攻上有个起色，看看这一次防守球员立功了，队友之间的这种传导啊，这种小范围的传导就不要有这种很低级的失误，一旦有这样的失误的时候呢，这个球队在进攻当中阵地战当中的这种配合就打不出来，就不够流畅。得了一个进球，随后呢他们就压住了主队，拉斐尔在前场非常的拼，而且曲波内侧是有防守球员来盯防的，中场和锋线上进攻球员几名球双方其实动作都稍微的有一点大，主罚打了一反击，门将判断错了方向，伊克拉非常的兴奋，小碎步之后三步助跑，直接打到了守门员扑的另外一侧，其实中间还